看着眉眼和脸盘，这姑娘长得还挺俊的呢。藏兮兮，多难看呀！这不都逃难弄的吗？我年轻的时候躲土匪，还往头上抹过鸡屎，脸上抹过牛粪呢。洗干净了就好了。婉儿，再去换盆水去。嗯。娘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你们咋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这事先也没想这样啊，我们开始就是想救他。 这不半路上才想起来的。你说你们弄个日本女人回来，还想叫我跟她生孩子，那小环心里是啥滋味啊？那要是小环能生，我和你爹还能合计出这主意啊？我爹，他有啥好主意？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啊！你给我拿了。小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让我二孩。 小环，小环，小环，你干啥呢？你把你爹拿出来干啥去？你再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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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拿！我一个，再拿我一个！小环，那不是好了，这是不干了！让让，好狗不挡道，给我让开！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我他妈别带我爹去了，老胡呀，我走！不能，我走！小环，能不能带路啊？别闹，我不让你走，你能不能走？我不想走，我让开。 我不让你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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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你给我回来！别！咬我！过来，我看看。你说啊，你干什么？这是犯什么疯啊？你看看把他咬成这个样子，我就见不得这撒泼的女人啊！这多大个事儿？你说，爹，这事还小吗？这事大吗？这事，我就是跟你娘有这么一个想法，还没说准呢。这怎么的？这是当老的还不能有个想法吗？那你们这事儿也得问问我们乐意不乐意啊？什么？我们乐意不乐意啊？这不没问他跑了吗？问问你了吗？乐不乐意？你怎么不问问我们乐不乐意呢？啊？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让你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孙子吧，啊，传宗接代吧，啊，怎么的？这不应该吗？啊，你们做不来，当老的帮着你们做，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我跟你们说，谁都不许点头，叫他走，叫他回家就别回来了。我看他怎么再进这个家门。他爹，你别说这话干啥呀？什么话？我待会儿把他休了，爹来给你找一个能生孩子的媳妇儿。爹，你说的啥话呀？我说的驴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驴话我哪听得懂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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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了，你干啥玩意儿？这是娘，爹，小环就不管了。爹也不行，娘，小环咋办呀？你别看爹在气头上啊，咋办咋办？我哪知道咋办呢？你说你们二老弄个日本女人回来干啥？你干啥呀？我也不知道了。弄个日本女人回来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